最大的请合掌。恭称本师圣号三称即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老师，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部分啊，很高兴又要开始一个新的啊新的部分。这个所知相分哈、啊、这一分是我们色大乘论啊十个殊胜语，再加上前面总标纲要，总共十一分里头的第三分。那总标纲要，然后所知一那一分，然后所知相这一分。这个所知相这一分讲完的时候啊、整个色大乘论就过了一半了，一半。好，而且后面就比较，后面都比较，在修行上来说了啊、重要的要怎么修行，就都是在所知一跟所知相这里打下基础，然后依照所知一所知相这边啊，我们所学的教义啊，我们依教依着这个教依教去印证，就是入所知相啊。重要的修行，至少我们这一辈子啊应该要完成的阶段，好，就是这样了。那今天的总课判哦，是把全部的所知相，一共有十七十八页吧，全部都包含在内。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让同学很快速的浏览过所知相啊，这一分的全部，看看我们的大科，我们的大科就是六门分别，广说这六门分别的位置，那个位置啊，经文，我们现在的这个颂文，色大乘论的论文的位置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啊，就主要的内容。同学请翻开所知相。也就是第二十九页，好，这个是第三分，所知相分是第三分，就是刚才说过，第一分是总标纲要分，第二分是所知一分，这个所知相分是第三分。它一开始，好，只很简单的讲，以说所知一，这个就结前了。我们已经说完了所知一，所知一是什么？是一切法的一切法因，一切法怎么会有呢？会升起呢？一切法是怎么来的呢？总要有因嘛，从因说起嘛，哦，这就是所知一的部分，在讲一切法因，好、哦、因。好，这是已经结束前面啊、所知一。同学不要忘了，这个地方是没有再给你广说了，他就这样已经说了所知一。你自己在节前复习的时候是不可以这样的，你就要把六个我们六门分别啊，所知一的六门分别，很简单的要在脑筋里头走过啊，有所知一的六门分别，第一个句意。句意为什么所知一啊叫做阿赖耶识？你只要把这个名称，阿赖耶识为什么叫阿赖耶识啊？你只要把这个名称搞清楚，你就大概已经懂了一半以上了。
有这么重要，你知道吗？所以哦，很重要。所知一啊，就是阿赖耶识。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阿赖耶识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所知一？所知一是一切法的因呢、啊？一切法的因为什么是阿赖耶识？你把这个句意搞清楚，你就所知一这一分呢、哦，阿赖耶识缘起这一分，你就搞懂一半了。所以有这么重要，知道吧？哦，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哈、哦，要引哈、哦、经教里头的引教，就是校正来说，一切法升起的因啊，我们是用哈、哦、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在引教的时候，不是两句吗？一个是无始时来戒，所以重点就在你把戒这个字搞清楚嘛。哦，戒是什么意思？因义、种子义和范畴义，有没有讲过很多遍？你一个个搞清楚，你就已经搞懂一半了啦。无始时来戒，重点是在这个戒啊、哦，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好，第二句是由色常诸法，重点在色常。你把色常搞清楚，你就把阿赖耶识啊，什么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自性就搞清楚了。阿赖耶识的自性就是色常。为什么阿赖耶识能够色常？因为他受熏，所以色常的意思就有熏常跟熏现啊。哦，把这个搞清楚，你就搞清楚一半了啦。阿赖耶识是什么意思？阿赖耶识色常的意思。他为什么能色常？因为他能够受熏，因为受熏所以能够持种，所以受熏持种。你读到这边，你就应该想起种子六义啊，刹那灭果具有恒水转性决定带众缘引致果，他就引致果就是他的一熟果相。那从这里哈，你看你就应该知道前面为什么说是因义、种子义、范畴义，有没有？同学，你想熟的话，你知道吗？那法义有源源不绝自己会升起来，你只要记住关键的句子啊、哦。所以引教引两句，第一句重点在那个戒，第二句重点在摄常。那摄常有三常。所以阿赖耶识就叫做常识嘛，三常是能常所常、执常啊，执常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我爱执常。这个能常所常、执常，为什么阿赖耶识能常所常？是因为有执常，所以重点在第三个执常。那执常我们又拉出去讲，说是阿赖耶识一名，他的一门分里头两个一名，第一个一名的阿陀那识。就是这个执常的意思，执常能够支持杂染的种子，因为它是我爱嘛，我吃我见我慢我爱嘛，所以它支持杂染的种子。那另外它能够变一熟果相，就出来了一熟果两个根生和七阶、哦、变，这就最重要的四变了、啊，四变了、啊。法义有没有自己会升起来，对不对？只要你把这个 thinking 为理路啊，思维有一个理路的，不是乱思维的，思维是有一个理路的，你把这个理路啊建立起来就好，我们叫它思维的纪律啊，不是乱思维啊。哦，好，这样子你就明白了阿赖耶识他为什么是一切法因，因为他摄藏种子。那种子如何啊？一熟就变成是啊，就这一切法相啊、根生啊、气界啊，这一切就出来了。整个你假如都懂的话，你就不会有十九个无知，前面九个杂染的无知，因为前面九个杂染的无知就是这样，你不懂阿赖也是而有的嘛。十九个杂染的无知，最重要，我们凡夫就是前面九个啦，九个。十九个无知里头有九个杂染的无知，七个清净的无知，两个因果的无知，和最后一个修行的无知。你看多清楚啊！当然，我们凡夫的重点是因为我们有杂染的无知嘛。
那你假如不懂得阿赖耶识哈，刚才讲的这个种现相熏，啊，种现相熏，种现相熏就是行的相续，行的相续，相续，行的相续上面有分位的差别，我们在分位的差别上面安立种种假名，哈，我呀法呀。种子啊，现行啊，种种假名。好，假如你不懂得前面的讲的那些哈，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这样，种现相熏，它就变成一个啊行的相续，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业果，或者你说是种子种业果这样子的辗转。好，四业果三世辗转起用不停。这就是行相续，行相续上面就有了九种杂染的无知。第一个三世，世世的无知，三世的世，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无知。第二个，第二个也叫做世无知，可是是事情的事，事情的事。就是内外，内外的无知事情，什么事情啊？根生七界啊，内外啊，跟根生七界的交涉，内外的无知啊，三个。最后呢，假如你不懂得第一个是，第二个是，第一个是是三世的是，第二个是就是因缘果建立的那个内外，内外的那个事情的是，你不懂得这两个无知啊。就会有第三个流转的无知，那流转的无知就是业，业业业业，那业业业，业是王道，业，业业的无知，业，业的无知，业的无知，我们分成哈、哦、流转呢、啊、业啊，为什么会有流转？因为你不晓得刚才前面讲过的那些东西哈。哦，你把这一切啊、这一切啦，只是形相续，你把它执为实有，在执为实有这个地方，我们说是惑，惑就会起惑，起惑你就会造业，造业你就会受果，这个叫做流转的无知。唉，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一次？我们每一次讲，它都是整个合起来，就是从阿赖耶识展开来，这个宇宙人生实相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嘛，不是每次讲都一样嘛，它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所知一的总结论是什么啊？我们上一次讲所知一的时候，那个结论是什么？第一个讲一切法的什么？吉祥，你念给我听。第一个我们讲一切法是什么？原生无自性。好，就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是原生法，原生法，原生法就讲了无自性，无自性也就是空，我们说它是空的意思啊。所以有没有这一切法？有啊，有因缘所生，怎么你怎么能说没有？有这一切法，但是它无自性。那你要了解它无自性，你就必须了解它是因缘和只是成熟显现啊，就所有的因缘条件和成熟显现，它无自性，它无自性。这第一个，这个在讲。比较偏重体来讲啦，讲它是因缘生的无自性。第二个就讲这一切宇宙人生啊，根生气界啊，这一切的实相，这一切的实相，这一切的实相，对吧？哦，所以每一次讲到阿赖耶识的时候，你从一开始啊，先要背啊，无始是来戒的戒，因义种子义范畴义，
几乎就可以跑过一遍刚才讲的那两个，我们那个总结论的那两个，几乎就可以跑出来了。所以同学们啊，一定要怎么样？一次一次的复习，一次一次的复习，把你自己思维的纪律建立起来，好吗？哦，那最后就跟你讲，你讲都懂了，就是这么回事嘛。我们把这么回事叫做幻象，或者叫做假说我法，种种相就是假说我法。那既然种种相它只是幻象，那么你跟它纠缠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跟自己说放下了，它就是幻象，你跟幻象纠缠什么？这叫你不要执着，对不对？这个意思，不要执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叫你放下了。你执着什么？它只是幻象而已啊。你知道，假如你可以做到不着、不执着，那个不着，不着就是般若的用，就是般若，就是般若波罗蜜。不执着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啊，每次我们在讲啊，般若波罗蜜是毕竟空，那是它的体性。那般若波罗蜜，你学了般若波罗蜜怎么用？就是不执着，也就是放下。可是你只是听般若波罗蜜，你就能放下吗？跟你说是毕竟空，是法尔空的，这一切是什么？只是假名。我现在用的是般若的讲法了，这一切是什么？它只是假名，假名。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只是假名，所以叫你不要执着它。它只是假名，你执着什么东西呀？它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叫你放下，可以吗？你这样听一听，你就能不执着吗？你就能放下吗？哇，拼命点头的，我真的佩服你，我几乎要跪下来向你顶礼。你一定要搞懂为什么它是幻象，是吧？因为它是假名，它是假名安立的。可是它为什么是假名安立的？墙壁明明就坚实无比，这个大地啊，坚实无比啊，它怎么可能是假名安立的幻象呢？所以你一定，所有这些你要明白哈，心里头不KK，心里头很坦然的接受哈，这一切法是假名，是幻象。你听，心里头坦然的接受。我自己觉得啦，我也许是不太，就是比较根基鲁钝的人啦哈，也许啦哈，所以我觉得啦，对我来说，唯一啊，我能够坦然接受这种讲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学了唯识法相，就搞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这一切是假名，为什么这一切是幻象。假如你知道这一切是假名是幻象，叫你不要执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叫你放下，就是啊，就是什么本该如此的事嘛，本该如此嘛。所以我们上一次说，我们上次在总结的时候说，学完所知义以后哈，就是一句话了，不要和幻象纠缠了，这个叫善用起心，不要和幻象纠缠了，哦。那今天呢、啊，我们开始讲所知相，那就要把所知义那边都已经其实都已经带到，可是不是那么详细讲的。我们在所知相里头，为什么是幻象？为什么？把所知相这个哈学好了，你就更清楚为什么说是幻象，为什么说是假说我法的种种相。那为什么这些种种相是彼依事所变？因为它是事所变嘛，简称为事变嘛。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你那句话就可以出来了。那句话，是诸事所变，分别所分别，能分别所分别啊，这个叫虚妄分别。我们这个体性，依他起相的体性，虚妄分别。下面由这个道理，你明白这个分别所分别，能分别所分别。
你明白这个道理，这里哦，这里非常重要，就在这边，能辨记所辨记和辨记所持自性，这边能辨记所辨记，分别所分别，你明白这个道理，由此由这个道理，由此由这个道理，由此由这个道理，能辨记所辨记，由此这个道理，能所的道理哦，就是辨记所知之心，由这个道理比，就是那个假假名安立的我种种相法种种相比皆无，心里头就啊，心里头一片那个一片那个朗朗然，你知道吗？那种很欢喜的那种，很欢喜。由此由这个道理能辨记所辨记，那由此由这个道理比皆无，那个假名安立的我种种相法种种相皆无，故一切为是，就是为是，为是是是的体性是什么？就是能分别所分别，我们叫做虚妄分别。同学有没有觉得啊，听起来有没有觉得过瘾？很过瘾，对吧？哦，那我们会很详细的讲哦，非常详细的讲。所知相大概至少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同学们不急啊、哦，不急。你觉得前面没有听得很懂的，不急，后面一定会讲，一定会反复反复的讲哦。所以你，你就这样，只要跟得上就好了。哦、不必害怕，慢慢的跟，只要跟得上，跟得上就好了、哦、好，我们就这样子结前，这样就以说所知一、哦、结前。好，现在要开始进入所知相分了。所知相复云何因观？所知相啊，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所知相是什么东西、哦、所以你先不要管它。所知相要怎么观？就是要先寻思它。观的意思是什么？要先寻思，寻思，还不到止观啦，要先寻思。那寻思的东西都是我们就是现在闻闻啊，正闻熏习成就的，都是我们的闻思慧啊。要先寻思，寻思了以后，一遍一遍一遍，烁烁的串习，让它成为圣解。让它成为圣解，由圣解而证入，由证入而起用，这就是信解行证的几个步骤。首先你要把道理听明白，你就会起信，通常我们这个叫信悟、哦、悟的好多个阶段、哦、不是一开始就要就悟，就是证悟，不是一开始是信，你由信、哦、信道理明白，你会信嘛？由信你会觉得有误处，所以一定要，你一定要就是想办法把道理这样搞明白。虽然你自己现在这些道理都是就是圣言量嘛，你就是在圣言量上面寻思寻思哈、哦、寻思而已。所以这个观的第一步，你不要立刻就说是止观。第一步是寻思，怎么寻思？依照什么寻思？依圣言量啊，依照圣言量去烁烁的如理的思维啊，然后就是这样作意，每次升起作意来就是这样子，依着圣言量如理的寻思，这样子一遍一遍串习到很熟很熟的时候，会升起圣解力，这个叫解悟了，解悟了，从性悟到解悟，这样。有没有一点明白啊？好、哦，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阶段，信跟解。你解悟到一个程度哈、哦，一定是在你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五蕴啊、生命经验里头能够获得印证的。这个道理会一直在你的心里头哈、哦、升起来，在事项上面看到它，能够印证啊。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佛真的是没骗我，就是每一件事情上面看到这个道理，这样可以明白吗？你能够印证它，印证它，然后有偶尔觉得
觉得好像证悟了，不过那个都是灵光乍现的哦，哦，偶尔，你也是觉得能够现观，在事项上能够现观，现观什么？现观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啊，你会觉得这样子，偶尔能够现观。到以后，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这个现观会连成一片。慢慢你能够用你所悟到的这个道理，在一切的好事情上面自利利他，这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一个修行的次第啊，一个道次第。好，所以这里的观所知相复云何观，还不是止观，明白吧？哦，比较偏寻思，这时候还比较偏寻思，你要从寻思下手，哦，依着圣言量烁烁的如理思维到圣解为止，到圣解为止，寻思还是知两位，到圣解为止进加行位啊，哦。好，这样子，所知相啊，复云何观？好，先讲所知相，此。这个所知相略最重要的，这个略是要略。我们先说啊，就是整个等于是简略的，但是它是要略的。先告诉你所知相的三个名，先标三相的名。所知相包括三相，第一个依他起相，第二个遍计所知相，第三个缘成实相。这里还没有解释，只是标所知相有三相的名称而已。下面广释的时候，第一个出体就要解释这三相了，好吗？所以在这里还没有解释，我们下面就开始啊，下面就开始广释了。广释，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这是广释的第一个。何者依他起相？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在这一页的最后一行，此中何者遍计所执相？然后翻过来，此中何者缘成实相？看到没有？你在对照哈，今天白板给你的科判。所知相我们先标，然后广标呢，只是标所知相有三相的名称，叫依他起相、遍计所知相、缘成实相，然后再广释啊，再详细的解释。详细的解释我们分成六门，跟前面所知一讲六门是不是一样？前面所知一讲六门差别，我们这里也是讲六门差别。所知一的六门呢，广说六门哈，你用那六门就可以总摄我们讲了七八个月的所知一，你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忘了科判，科判是要背的，因为科判建立你的理路，你不背科判，你这所知一我们讲了大半年七八个月，你要怎么想起来？你从哪一句开始想？假如你科判背起来，你就会从哪一句开始想？无始思来借，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然后你第二句就会想，由色常诸法。所知一是怎么建立的？就色常诸法啊，你就是这些现行杂染贫法，把它后世立色常起来。现行杂染贫法，刹那灭，刹那灭，你知道吗？都灭去了，灭去了，为什么？你还会色常，表示你有执嘛，执嘛。所以一开始你就知道是因为执，所以你才有色常嘛。有那个执，所以有能常、所常，三常的相就建立起来了，不是吗？不是吗？理路，这叫做理路。好，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它的第一个名称出来了，种子是，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圣者我开示。所以下面就要开始讲三常，对不对？在色常这边这边就要开始讲三常了。然后这个句义学过了以后，你就要学什么一门分。它除了叫阿赖耶识，它还叫阿陀那识，还叫心。其实阿陀那识就是前面讲的
一样啦，就是前面讲的，因为有执，执着那个执啦，因为有这个执哈，你才会有一期一期的分段生命，也就是由这个执执受你这一期的根生，又执取你一段一段的分段生命，都是因为这个执啊，哎，所以这个就是阿陀那的意思。所以阿陀那是阿赖耶识的老师以前用的语言，是老师说是他的补助线，补助线由阿陀那识这个补助线，你才会了解阿陀那识是什么。假如你是从阿陀那识下手，因为解释密经是从这里下手，解释密经说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我们就是死在这个执为我，你知道吗？可是为什么你会执为我呢？嗯，因为有这个阿陀那识。所以假如你是从阿陀那识下手的话，阿赖耶识就是阿陀那识的补助线，所以它互依互缘。第七识的根在第八识，第八识的根在第七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样懂不懂？看你为以什么为主，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补助线。你这样懂了吗？你可以不要说补助线，随便你说了。我用补助线，因为老师以前这样讲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嗯。好，这就是哈它的一名分。阿赖也是第一个一名分，就是阿陀那识。它的第二个一名分，一不同的名称而已啊。那个一名不同的名称，一定有不同的功能作用了，一定有它自己殊胜的意义，否则不会再立一个名称了，懂吗？好。所以不同的名称，但是绝对不是，你不能说就是一样的，一样的何必再立一个名称呢？所以答案都是一还是一，都是不一不一啦，这标准答案啦。你不要学一个不一不一，你要知道为什么。好，所以第二个一名就是心，那心是包括心意识三个，对不对？心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积极，意就是第七莫那。第七莫那思量，不过只思量我，然后，意识心意识，识就是前六识，也就是了别境。这三个合起来就是八识嘛。第八识、第七识跟前六识，不是就是八识嘛？所以也可以简单的讲，阿赖耶识，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八个识，所以阿赖耶识叫做根本一。阿赖耶识为什么叫根本一呀、啊？就这个原因嘛。这样知道吗？假如你这两个都懂，聚义跟义门，好简单哦。都懂的话，到体相，我们讲最久是体相，就不会那么难了。体相包括智相跟果相、因相。体相是什么？智相所设的果因相。哦，这个讲最久。智相就是熏习啦，熏常跟熏现；因相就是种子，果相就是意熟，就是意熟。跟我们现在这里所讲的，好、哦，这里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设诸事，我跟你说一模一样啦。阿赖耶识就是智相。阿赖耶识为种子，种子是因相所设的诸事，这个诸事是什么？诸事是什么？就是意熟，就是意熟。刚才讲的意熟就是果相。体是什么？体就是虚妄分别，也就是唯识性。所以讲一他起是要成立唯识性。我想一样的，你前面阿赖耶识假如讲学得好的话，现在就轻松了。你现在。就轻松了啦，同学。好，这里此中何者依他起相、哦、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这个，很长的篇幅讲这个。然后后面此中何者并计所执相，此中何者缘成实相，就是讲那一句、哦、讲那个一句，那个一句 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看文、哦、广释开始。你自己要在你的书上写啊，你的书不要白白的，拜托你的书最好是，我跟你讲，用好多本，
写破了再换一本，写破了再换一本，你知道吗？你同学们，你们现在是不会做笔记啊，你要学怎么做笔记，因为你不会做笔记，我才要跟你讲前面那个所知相复云和观呢、啊？啊、哦，怎么观呢？底下你要写所知相的三相，就是我们那边的标三相名就在那里。然后现在开始广释了，广说六门。第一个，你在这里要写广说的六门了，就是广释。然后写一出体，这里写出体。然后你在天的部分再写一个出体。以后你要找六门。这个六门分别，你要找六门的时候，你先看天嘛，要不然你要在文里头找是不是比较困难，所以你在天的部分也顺便写出体，你在天的部分先写广说六门，然后现在是一出体，这就是做笔记啦，这就是做笔记，你们自己应该会做笔记，学唯识法相的哈，一定要学科判。你学了科判还不会做笔记，那是很奇怪的事情，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哦，可是很多同学就第一次学唯识法相嘛，他没学过科判嘛，所以他也不会做笔记嘛。所以我现在才跟你们说怎么做笔记，否则很奇怪。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那考得好的人都是因为会做笔记，会做笔记就会考得好。因为你会做笔记哦，你知道重点在哪里，考试一定都是重点啦，那个神经病的老师才会出那个不重要的很微枝末细节的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嗯，那是神经病的老师，否则应该都是重点，那重点很容易嘛，重点很容易嘛，只要你会做笔记你一定知道重点在哪里，同学们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学做笔记，好，你唯识法相要学得好，一定要会做笔记，绝对不是坐在那里。很多人呢、啊，坐在那里，坐得倒是有模有样，人员不是不是。假如你只会坐在那里，然后听得很过瘾，觉得很过瘾，回家去什么都没有，回家什么都没有，都忘了。你要会做笔记，就不是这个样子。你要会做笔记，你回家去笔记。拿出来一看，那重点清清楚楚，你就记得今天上课，你至少今天上课重点记下来了。我告诉你，重点记下来大概50%你会记得，然后再补充它里头，你可能忘记掉的内容，你再补充进去，这样知道吗，同学啊？好，现在开始出题，先出。三个相的体，此中何者依他起相？此中何者遍计所执相？此中何者圆成实相？先出这个体，所以你们画重点的时候就画。你不管我不管你是画绿的还是绿的荧光笔，还是那个什么橘的荧光笔，还是蓝的圆珠笔，还是什么红的圆珠笔，我不管啦。你现在要画的哈，出体就是出体了哈，出体。你要画的就是此中何者依他起相，为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然后第二个，此中何者遍计所执相，为于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三，此中何者圆成实相，为计于彼依他起相，由事意相永无有性。画起来了没？都写好了没有？你刚才那个略的哈、哦，略的那个三个像的名字你写出来了，你这个一定记得，没有人到现在还不记得啦。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六门的广说哦，六门的广说第一个出体，你都写好了吗？出体，然后出体下面出三个，你这三个先画下来，你回去书本一打开你就看到了。对吧？出体三个，然后这三个背起来，背得滚瓜烂熟，这样知道吗？哦，好，出体。你看我们的科判啊、哦，
出题啊，为什么这个依他起向会多写后面的略释跟广释，遍计所知跟原成释都没有，都没有，就只有这个地方依他起向这个地方会多写略释跟广释，有没有？啊、接着看。略释的部分呢、啊，就是释这个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可是他怎么来解释呢？他怎么解释呢？他把这个哈、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分成三段来解释。第一个，他先解释我这里所说的诸事是指什么，是什么意思？诸事有。他把它分成十一个事，有十一事。他第一先解释诸事，就是十一事。然后他解释阿赖耶识为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这是第二个，他解释种子是什么。然后第三个，他要解释这一句话出体，就是虚妄分别所摄，也就是成立为是性。这样懂吗？这是下面，这还是下面的略释啊。略释我特别用蓝的笔写一二三，有没有？就是前面那一句，它略释是要略重要的，略就是重要的，解释什么？解释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这一句话。它先解释诸事是一，所以你的笔记哈。越乱七八糟了，所以你回去科办都要用个比较大的纸重新做一遍，然后在上面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哈、注解，这样知道吗？所以略释的时候，第一个他解释诸事，诸事就是一切法，这里全部叫事，因为它成立为是性，它全部叫事，就是一切法，根生器界，根成事，一切法。第一个解释诸事，诸事是什么？这一切法是什么？阿赖耶识缘起嘛，好，阿赖耶识缘起什么？一切法嘛。第一个他解释诸事，第二个解释种子，好，种子阿赖耶识最重要就是种子义嘛，因义、种子义、范畴义嘛。好，第二个种子，他这里就把三种种子：名言种子、我见种子和有知，就是业种子。好，在这边讲一下，第三个要。建立要成立为是性，这个就是所知一啊的体。第三个讲虚妄分别，这是略释而已哦。你跟上了没？你这个我们都讲过。你看哈，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的1月15号，哎，今天是7月15号，这是半年。哎，半年以前还是七个月以前啊？这要算几个月、啊？哦，不止哦。今天是七，这是一月，现在七月，半年以前，你看我们半年以前的白板，1月15号的白板，就是讲这个。我们在讲所知一的时候，拿出来了哈。1月15号那天的白板哈，我们总标所之一用这个标的，总标就是总标中呢，很重要呢哈。好，总标一下，所之一是什么意思啊？所之一的意思就是为诸菩萨于诸法因要先善已嘛？怎么善已？善已就是善了解了，就是了解善知的意思，善了的意思啊。要先善就是了，就是正确的了解啊。善了善知那个意思，善解啊，都可以。要先善已，方于缘起应得善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底下分成三个小科来解释。第一个小科，阿赖耶识为种子，这就是诸法因，也就是阿赖耶识啊，诸法因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解释详细一点，为什么它是诸法因啊？
因为它能够成就种子义。而种子是什么意思？前面解释过，种子的意思就是能生功能差别。谁还记得？种子的意思是能生功能差别六个字。哦，记得的同学很棒哦，哦，很棒，很好。种子就是一个能生的功能，能生功能。这个功能不是升起一次，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刹那灭果具有的，后势力，后势力的。它是一直在转变转变的，所以叫做能生功能差别，或者能生功能变异都可以啊。好，这个是第一句，阿赖耶识为种子，解释为什么它能成为诸法因呢？因为它有这个功能。什么功能？能生，能生的功能，能生功能差别，这个叫种子义。第二个，第二个小科，虚妄分别所摄。虚妄分别所摄，就是阿赖耶识从种子怎么变成一切法，就是十一个识，怎么变成一切法？这中间会有一大段的过程啊，我们叫升起的过程，对吧？怎么生的？而这个怎么生的，它的体性就是唯识性啊，虚妄分别所摄。所以所知一这里最建立最重要的就是要成立唯识性。好，种子怎么起？现行，现行就是一熟果了，就是一熟果了。所以最后一小科讲诸事，也就是十一种事。这十一种事，它不用法，它用事，是一切法。一切法分成这十一个，它不用一切法，它用事，一切的事都叫做事。比如说生，生它叫生事，生者生者事。受者受者是，它全部叫是。那生是什么？就这个五根生啊，它叫生是。生，它叫生是，就是这个五根生啊。生者是是什么？那五根都已经有了根，那第六个根是什么？它叫生者是。这样可以明白吗？所以它不用，只是名称换一换，它不用法。这一切法是什么？它不要，它不这样讲。他说是一切事，就是诸事，也就是十一个事啊。好，他是这样子写，而这个啊，全部合起来，你把这个都明白，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你都明白，就成立了阿赖耶识缘起，也就是一切法缘起，诸法缘起，这叫做于诸法因善已。所以它的体是建立在虚妄分别上，它的相用是显现在二取二全上，也就是分别所分别，体相用都出来了。你说虚妄分别是什么呀？哦，我们讲虚妄分别是体是唯系难知的。那你要怎么知道它的体是虚妄分别呢？从二取二全，就是分别所分别上。你知道啊，原来阿赖耶识缘起就在讲虚妄分别。我们把这虚妄分别这一切所升起的这一切法执为实有，真的是有够猪八戒啊，愚蠢笨，还有什么可以讲？猪八戒了，愚蠢笨都讲了嘛，还有什么可以骂人的话，对吧？有没有骂自己哦？骂自己哦？骂自己哦？就是一场虚妄分别。你以为的宇宙人生，你以为的根生器界，这一切法是什么？就是虚妄分别。那你怎么知道它是虚妄分别？要从这里所讲的这个哈，分别所分别，能遍计所遍计，遍计所知自性，从这边你就知道。所以我们后面就一直提到体是虚妄分别，但是相，它的相和它的用啊，有相一定有用，有用一定有相的，它的相用都是在二取二全上啊。还记得多少？嗯，在教室里头，在教室里头要找回来哈，把它找回来，把它找回来比较容易。你回家去就什么都忘记，什么都不记得。
为什么你回家去不容易呢？在教室里头比较容易呢？因为你没有自己的 thinking way 理路，你在教室里头是跟你在跟什么？跟我讲的理路，我嘴巴的声音啊，我所出的声音带你们的理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去把这一套理路，就是想法虚妄分别就是想法啦，把这一套想法怎么样自己吸收，你都要了解才行啊，要不然你不会吸收的，你都要了解，了解以后自己吸收了，消归自性，变成你的理路，这样懂不懂啊？变成你自己的理路啊，就是思维的纪律，就不会忘记了，不可能忘记啊，怎么会忘记嘞？你看我为什么不会忘记？理路建立起来就不会忘记，你的理路帮你建立理路，用科判帮你建立理路，用科判，就是科判全部都大纲嘛，而且一定有一个先后的次第，这样帮你建立理路。听得很明白吗，同学们？唯识法相哈，啰嗦，你不觉得我自己我很受不了我这么啰嗦呢？居然还要教你们怎么做笔记，还要教你们在书上的天那边写，现在要广释了，就是广说六门的第一个出题，我还要教你们写这个，我自己很受不了，你们又不是小孩子，又不是小学生。好，这样现在要略释的部分，这样一二三，你知道了吗？知道就要看课本啦，看课本。好，回到课本上，刚才不是第一个出题啊，略释的出题，略释啊，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这是略释啊，为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此复云何？就是前面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这个此复云何，我们要解释一下。好，第一个我们要分三个来解释，所以你下面写第一个。第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十一事，就是诸事。你要先在你前面那个出题的那个一塔起相那里写好，一二三，写了没？一是什么？诸事。二是什么？种子。三是什么？虚妄分别。写好了哈。好，现在此复云何，下面就是一，就是一了，一就是十一诸事嘛，十一个事嘛。好，此复云何，下面写一，第一个是什么？为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是事数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是，善去恶去死生事。有没有十一个？你回去真的要换一张很大的纸来写。假如你唯识法相哈，有受过训练的话了哈，像我现在在训练你们这样训练，你有受过训练，刚才在念的时候，你就会在书上面写小小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看有没有少掉一个。你不是说十一个是吗？你要先从一写到十一，看他有没有骗你，有没有少一个。十一个都有了，对不对？好，你回去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纸啊，重新，你回去换一个大一点的纸，你至少要把今天的何者依他起相略释的部分，一二三的部分全部背下来，所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纸在上面详细的写笔记，这样知道吧？这书啊太小了、哦、好，十一个事都写出来了，对不对？这就是十一事。你知道这十一个事在讲什么？就在讲根尘事，一切法。我们通常讲根尘事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什么？
根尘世十八界无始思来界的界，六根六尘六世无始思来界的界界，所以这十一个世就是包括了一切法。这一切法哈，根尘世，这十一个世在讲根尘世的自性差别。前面五个，也就是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这五个在讲根尘世的自性。这五个讲根尘世的自性。那去掉五个，还剩几个？还剩六个，所以下面六个从世事开始，世事、数事、处事、言说事，这些都是不相应行法，一直到自他差别事。自他差别就是因为有我嘛，才会有自他差别嘛，有我就会有你啊，他就自他差别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见熏习种子嘛。自他差别事和善去、恶去、死生事，这就三界五趣啊，你的那个正义二报根生气界就出来了嘛，就是这个善趣恶趣死生事嘛，这果义手嘛。这后面六个在讲前面根尘世的差别，所以这十一个世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差别义。然后这个在后面会他会详细的讲哈，就你在后面三十页的地方，你翻到后面那一页三十页的地方，他有写：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其实生生者、受者是，就是生是生者是、受者是啦。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应知即是眼等六内界，看到没？啊、哦，彼所受是，应知即是色等六外界。彼能受是，应知即是眼等六世界，根尘世的自性出来了，有没有？六内界根呢、啊？六外界尘呢、啊？六世界是啊，所以这个到这边为止，这边才讲了五个世，就已经出了根尘世的自性。下面讲它的差别，根尘世的差别。其余诸事就是还有六个，应知是此诸事差别。这里的此诸事就是前面的五个事的差别相。前面五个事建立自性义，后面六个事建立差别义。同学，我现在哈，允许你们随时都可以举手。我讲的这么慢，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上来。假如没有跟上来，你就立刻举手打断我。好，我就回头重讲，这样知道吗？你前面跟不上，你后面没办法接，你后面没办法接啊。哦，所以都要跟得上，知道吗？好，假如你不想打断我也没关系，你回去就要重听，这个可能要重听很多遍了，因为你要做笔记嘛，啊、哦，做成你自己的笔记，要非常清楚的，有科判大科的科判，有科据，有笔记都要有。好，回来前面二十九页，所以在二十九页这个地方，我们说此覆云何的下面呐、啊，此覆云何的下面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略释，略释分成一、二、三，这样明白吗？那刚才我们说你翻开来三十页。讲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应知即是眼等六内界，从那里开始是广释。广释什么？刚才念的是一他起，广释一他起。
后面还会有广释遍计所知，你现在不要找，你不知道在哪里。这样明白不明白啊？哦，这就是科判，科判，这就是科判。这样子哈，你在读色大乘论的时候，架构就会很清楚。啊、哦，就不是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的啊、哦，就不会是这样，就会很清楚。好，我们刚才讲了，前面这里29页这个地方是略释，略释的第一个11释讲完了，现在讲第，讲完了啊、哦。现在讲第二个种子，你要在这里开始写种子。前面第一个写什么？一写什么？一写诸事啊。现在二写种子。好，种子写在哪里啊？二种子写在哪里？写在这个旁边，写在这里。此中。若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是是数是，处是言说是，这里有9个，此由名言熏习种子。这第一种种子出来了，然后第二个，若自他差别是，此由我见熏习种子，这第二种种子。第三个，若善趣恶趣死生是，此由有知熏习种子。这就是三种种子，阿赖耶识里头有三种种子。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阿赖耶识六门分别里头在讲差别的时候，有讲到阿赖耶识的差别是什么？三种种子，有没有？先讲三种种子，然后附有4种种子。三种种子就是这三种：名言熏习种子、我见熏习种子。和有知熏习种子，然后那里我们说，我们先按下不讲，到这里才讲，就是这里，明白吗？这里就是三种种子，所以你在二哈二二二种子的下面三种种子，你回去用一个大的纸，你就要写三种种子。第一种我见熏习种子就包括了，不，第一种名言熏习种子就包括了11识里头的9个识。然后我见熏习种子就是这个自他差别是，然后第三个有知，有知就是业、啊、业，有知的意思就是业种子，业种子，业种子一定就是果报嘛，果报是嘛，业种子就是什么善趣恶趣死生是，你回去要把这三个分开来写，你知道吧？我现在这是总科判，不可能写得这么细，可是我下一次就会写得这么细了，知道吗？你回去要先自己试着做，没问题吧？有没有很清楚啊？好，再下面就是三了。三是什么？同学，三是什么？虚妄分别。好，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我们仔细的讲，是在遍计所知里头讲，讲虚妄分别。不是在这里讲，所以你看他这里没有怎么讲。好，第三个虚妄分别啊、哦，这是一他起的体，虚妄分别。由此诸事，就是前面11个事啊，一切借去杂染所摄，所摄就是成立。由前面的11个事，你就会成立了，就会建立了这3界的5趣或者6趣。一切借去3界5趣或者3界6趣。3界6趣或者3界5趣都是杂染的，都是杂染的，杂染的3界6趣，这些杂染的3界6趣就是这11个事，11个事啊成立的。所以由此诸事，一切借去杂染所摄。那这个一切借去杂染所摄的一切借去啊，3界5趣啊，是一他起相虚妄分别。是一他起相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就是他的体。这一切3界5趣或者你说6趣啊、哦，是怎么成立的呀？啊，这一切叫做一他起相啊、哦，这一切一切法嘛，一他是什么？是虚妄分别。那虚妄分别现在皆得显现了，虚妄分别是他的体，他显现，他显现的果相是什么？就是。
杂染的三界无趣，所以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这边哈，你自己多读几遍啦，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文法哈，这里应该是这样：一切戒趣，一切戒趣，好，你就只要讲一切戒趣就好了。一切戒趣就是下面讲的杂染所色嘛，杂染所色是形容词，形容什么？一切戒趣，杂染所色的一切戒趣就是依他起相的显现，所以一切戒趣，好，杂染所色，依他起相。皆得显现，把刮号刮起来叫做虚妄分别。你是看不出来它是虚妄分别的，虚妄分别绝对不是你看得出来的。虚妄分别啊，这些都是分别所分别，是圣人告诉我们的。它是圣人告诉我们的，是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事，成立为事性，是圣人告诉我们的，绝对不是我们看得出来的，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会有分别所分别呢？嗯，分别所分别就是能所啦，能分别所分别，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啊，是诸事转变。就是阿赖耶识缘起了，是诸事转变，诸事转变怎么样？如是如是变，怎么变啊？不是你自己在那边如是如是变，你就变得出来，你什么都变不出来。是诸事转变，如是如是变，那个是要去，那个是要去正闻熏习的，要听圣人告诉我们如是如是变，因缘变，分别变。或者说因能变果能变，有很多种讲法，如是如是变。你是要去那个有辗转力故，这样子因缘变，依着因缘变有分别变啊。可是分别变太厉害了，就是依着分别变才会又有因缘变，这两个辗转相依啊。这个有辗转力故，这就是辗转力，一切法就是这样。所以前面才会在依他起那边，在那个所知不是阿赖耶识缘起，就是所知一那边说，那边说什么东西？说啊，那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二是根互为缘，相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就在讲这个辗转力，有辗转力故，彼彼分别生，虚妄分别就生了。就是这样辗转生的，那个彼彼分别生，就是这个虚妄分别生，所以一切就出来了，四边。我刚才念的句子是唯识三十颂，对不对？所以你唯识三十颂学得好，色大乘论就不那么难。色大乘论很难，要先学过白法，学过三十颂，学过八识，再来学色大乘论，应该是按照这样。你一开始也没有学过白法，也没有学过八识，也没有学过三十颂，你就直接从色大乘论开始学，那假别，真的，我觉得你真的好大的胆子哦，好大的胆子。学起来当然辛苦，你不要说你学起来辛苦，我觉得我讲起来也好辛苦，因为你的底子不好，没有基础，这样。那假如你色大乘论学得好，你回头再去看唯识三十颂，那个高速法床建立唯识的理论的，哈，唯识的总标中，唯识无异。建立这个唯识无异总标中的那个理论的，就是唯识三十颂，看起来唯识三十颂就好有味道啊！每次念唯识三十颂的时候，真的有滋有味啊，欢喜的要命。你只是念如是如是变，就欢喜的要命。可是，假如你不知道如是如是变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会欢喜嘞？
这一切法如是如是变，就是虚妄分别啊。好，第三个虚妄分别啊，由此诸事一切，哎，还念到这里了吗？一切借去杂染所摄，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啊，假如你先把什么形容词、副词都拿掉的话，这一句话最原始的架构啊，就是由此诸事啊，依他起相显现，就这样，就这样，由此诸事依他起相显现。假如你把那些形容词、副词都拿掉，这句话就这么简单。可是不懂啊，由此诸事就是这十一个事依他起相显现，你不懂啊，不懂啊。依他起相是什么？就是这十一个事就显现了。怎么显现？怎么显现？怎么显现？哎，怎么显现？虚妄分别。那你不懂虚妄分别啊？那这一切的法，就是由此诸事就是一切的法。这一切的法从哪里看？从相上看，从相上看，不是从虚妄分别体性来看，是从相上看。相上就是什么？就是三界无趣嘛。从相上看嘛，所以我们唯识法相中哦，应该讲起来是比较容易修的，因为从相上起修，是从相上起修的。好，接着如此诸事，诸事就是十一个事哦，也就是根尘事，根尘事的自性差别啊，或者说是就是一切法啊，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所摄。就它的体是虚妄分别啊，唯识唯心，要建立唯识性。现在他就直接告诉你，唯识唯心，唯识唯性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如是名为依他起相。这一句话，我们先把那个形容词、副词那些东西拿掉哈。这句话的架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如此诸事，就是你都已经学会了，你知道这十一个事的一切法，就是根尘事的自性差别是什么东西呀？如此诸事，是是是，唯识唯性。建立唯识性，好，到这边。但是假如这样讲哦，唯识唯性，当然我们要很明白哈、哦、为什么这一切法是唯识性啊、哦、可是底下还有一句我觉得它更重要的啦。你懂了唯识唯性以后哈、哦、怎么样子才能够转世成智或者转凡成圣呢？啊、哦、是要你只是懂唯识唯性，你照样执着，那就白学了嘛。所以你懂了唯识唯性以后，你要慢慢慢慢，因为你懂唯识唯性，你就会懂这一切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哦、它是假名而已，它是假名安立的而已。好，你懂这些的用意是什么？是要叫你不执着，是要叫你能放下，对不对？这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要能够放下，要能够不执着，是因为你明白底下所说那六个字是无所有非真实，这六个字建立唯识性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唯识性，建立唯识性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建立了唯识性你照样轮回。建立唯识性的目的是什么？是叫你明白它是无所有非真实意。这里就是要正修止观了。你正修止观的时候啊，那个目的都是为了这个。你正修止观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修止观呢、啊？不是这样听闻就算了，嗯，听闻是我刚才讲过 N 遍呐、啊。你这样听闻知道哦，这一切是唯识性，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只要出了教室，唯识性，唯识性的，对对对，是唯识性，你照样，等一下吃什么呀？啊，就开始。世间这一切都是实有的，
我不是说它不食用你就不用吃了哈，你照样要吃啊。可是你会在吃的时候，你就完全忘记吃的时候那个好吃不好吃，那个贪呢，贪欲就出来了。你不会在吃的时候想到，你吃只是为了什么？嗯，只是为了什么？滋养这个四大身嘛？滋养这个四大身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要滋养四大身？反正他会死啊，你滋养他干嘛？啊，你吃不吃都是死啊，你滋养他干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滋养他是为了借假修真，我们不是常常会讲这一句话吗？啊，你有吗？你有借假修真吗？有吗？有吗？你就是你就只会好吃不好吃而已吗？对不对啊？所以底下这六个字，无所有非真实，这就是我们修止观要修的。无所有非真实，我们修止观都在修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当然有修的方法哈，没有讲呢。这六个字无所有非真实，你在止观里头所修的，就是加行位止观里头所修的，就是这六个字。当你烁烁的串习，成就圣解，成就圣解以后，它就会有力，有作用，有力，有作用力，有作用，有力，它就会有。那个作用力啊，就会让你，我跟你讲，讲一个很明显的、很好用、很明显、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哈，通常啦，礼拜一、礼拜二，假如没有我家里，假如还有冰箱还有吃的，我自己能够煮，不会饿死，还有吃的，我都不会出去，因为外面太可怕了，热死人了，对吧？好、哦，热死人了，不敢出去，好热。那我就待在家里嘛，哈、哦，待在家里都在搞这些了。好，昨天晚上呢，因为冰箱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所以我就想晚上了应该凉快一点了。哎，真的比较凉，真的是比较凉快了。我就要出去出去就是买一点很必要的就是蔬菜水果啦。好。我就出去买了提着回家放到冰箱里头啊，经过一个他是卖那个全部都是冷饮冰品的那个店啊，那里头有我非常喜欢吃的什么红豆豆花啊，绿豆豆花呀，芋头豆花呀，昨天他推一个新品好像在打折，所以外面还排长龙呢，叫做芒果不是豆花，芒果什么东西啊，芒果冰还是什么东西啊，我知道我要走过那个店，我心里头就开始尿尿当啊动啊，好，哎呀，我要不要买一个什么红豆绿豆芋头合起来综合豆花回家，心里头就在想我要不要买一个综合豆花回家，然后我立刻下一个念头就是，它是我需要的还是我想要的？这句话不是很好用吗？它是我需要的还是我想要？我下一个念头就是，接着我就是，它是我需要的还是我想要的？我不能否认嘛，它绝对不是我需要的，它只是我想要的嘛。所以呢 ，no 就打消这个念头，然后我。真的就走过这个店了哈，走过这个店的时候看外面在排长龙，我就看一看他的那个，他有一个大布条，有个大布条，那个布条就是他卖那个芒果冰啊什么，很可能就是连着今天开始的那个，哎，那个纾困的那个叫什么券，有没有？很可能是这样，因为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店都是这样了，很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他有个新的活动了，在那个了，然后就开始有人在排队了，可是对我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是我需要的还是我想要的，我自己立刻嘛，根本一秒钟都不犹豫，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嘛，那不是我
需要的，是我想要的。想要的叫做什么？欲望。想要的，只要是想要，不是需要，就叫做欲望，就是你的贪欲升起来嘛。你明明知道那是贪欲，烦恼心所，你还要由着烦恼心所去造业吗？造业就会受果，对吧？假如我不问我那一句话，我由着我的贪欲升起，我就会怎么样？造业，就是去买一碗综合豆花，对不对？50块钱一碗，花钱事小，可是你知道回去的后果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是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半，我回去就吃东西，对吧？我买回去我吃不吃？我当然吃啊，要不然我买它干嘛？我回去就吃了一碗，对吧？花钱事小，可是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起祸造业受果，这就是流转门啊，这就是轮回道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还需要人家教你？还需要人家教你什么叫做三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根本不需要。这些最重要的佛法首先要学的就是这个，需要人家教你吗？你自己亲身印证嘛。只要你那个念头一生起来，你看不到你的念头，你就完了。你只要看不到你的念头，由着你的念头，你的念头都是习气生起来的哟，由着你的念头去造业，就是这样了，就是三杂染到了。重点就是你看到你的念头升起来，问自己嘛，你要先看到它才行啊。看到它，哦，我这个念头升起来想要买一碗，哦，我告诉你，红豆、绿豆、芋头，好，因为可以，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我们那边是讲4样东西50块啦，就是红豆、绿豆，我啦，红豆、绿豆、芋头、豆花4样，这天下我最爱吃的东西，我是说这些甜的东西里头，我最爱吃的东西就这样。可是就明明就是贪欲嘛，你自己，你已经学佛学到这样，你看不到你的念头，你看不到，你只要一看到你的念头，哎呦，问自己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当然是你想要的嘛，那不是你需要的嘛？想要的就是什么欲望嘛？什么欲望？贪欲嘛？不是一个全部出来吗？贪欲是什么东西啊？贪欲是所有烦恼心所里头的根，你知道吗？最严重的贪欲嘛，有贪欲就表示你无明颠倒嘛，无明为牵引因嘛，远因嘛，这个贪欲爱，贪欲就是爱取，爱取就是什么？生起因嘛，这是不是12有支的流转讲完了？有没有？由此二品为因啊，你的生是生便可得，生杂染，就是生老死忧悲苦恼了，就后面了，爱取有后面的生老死，就全部12有支就出来了，有没有？这个的开始是什么？一开始就是根对尘嘛。我都不必看到我的一根里头升起来的相，哎呀，前面有一家，我都还没有看到，我就先，因为太熟了，我就先升起一个相，就是前面有一家，还只是法尘而已，我已经跟对尘了，有没有？四升起来就是这个四升起来嘛，然后四为什么？受想四之所依啊，有没有啊？立刻我就领纳这个境界，好高兴了。我已经开始高兴了，就已经开始高兴，法尘而已。假如你看不到，你就继续用想增上了，你就一定会买了啦。受想思，然后爱，然后就流转了，那就流转了，已经走完了，就下面就流转了啦，就12有支流转了。所以这个叫6、8、12流转门，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几乎在家里头哈，你的那个。回家以后哈，我们出家，现在是出家，出家在家杂相住，你的在家都是搞6、8、12，12有支的流转就是这样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实的例子，你要在上面看得到，看得到。
法义就不是书上的东西，法义就是这样真实的，真实的。所以假如你没有，你就没有在你那个，你都已经事生起来了哈，你的那个事啊，就是那个念头生起来了，想要干什么事情立刻就要发生了，业就要造了，在哇，事已经生起来了，你的业假如没有警觉心，业就要造了。好家在这个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升起了一个如理师，去避免你走了那个流转门或业苦的那一条路，对不对？那个如理师就是我问了自己一句话，是你想要的还是你需要的，有没有？同学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每次都说碰到境界你就会堕相，那个是受，领纳境相是受，是习气，是习气，习气现起，你很难敌得过你的习气。这时候一定要升起一个警觉心，看到你那个念头升起就是习气，要看到。所以你念头升起堕相没有关系，可是紧接下来你要用想去调柔你的那个受习气所升起来的领纳，一定要调，用想去调柔它，用一个如理师，这根本不是我需要的嘛，那不是你需要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那就是欲望了，跟着你的欲望走了，被你的欲望奴役了，谁死死者谁死死，你去死算了，活该，谁会同情你啊？你知道吗？我都觉得哈，佛菩萨真是慈悲到家，否则你看我们这些颠倒众生呢，都是活该，都是活该，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是因如是果，真的，真的，你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每个人哈，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都有非常多这种例子，好不好？很多，每一天都会有，哦。我昨天是因为出了一趟门呐，我才有这个，我觉得还算不错的例子，因为这太普通的例子了嘛，太常见的事，对不对？哦，可以讲给你们听，就是这样。我们流转是这样，我们还灭也是这样，都是就是那个你的那个念头杂染的，那一定是杂染的，因为习气生起来的，所以一定是杂染的，一定是杂染。你那个念头，那个杂染的那个念头升起来，升起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我跟你讲，升起来真的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能不能再升起来一个如理师。再升起一个念头，那个念头要是如理师，重点是你能不能再升起一个。所以才会说，有没有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怕，不怕你念起，只怕你觉迟。好，那这个地方哈，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所摄，为是为性。我们这里建立所知相，就是要得到这个为是性的结论。因为这一切法就是前面所说的诸事啊，这一切法它都是为是为性。所以呢，你修止观不是这样子就好了，你修止观是要这个，你一定要在止观里头硕的明白以后串习成熟，什么东西无所有非真实，前面建立为是，后面这个建立无意，无意。所以为是的总标中哦，为是法相，唯是法相这一中的中义就出来了，四个字，唯是无义。唯是无义，那这一切是什么？事义显现啊。好，这里哈，无所有非真实义，就建立无义。
前面建立唯识啊，后面这里建立了无义，所以唯识法相中的中义就出来了，唯识无义。虽然讲到这边唯识无义讲了，可是你心里头应该好难过、啊、你唯识法相中的标一个中义，唯识无义在那里啊、哦、我们啊，我们会颠倒会迷惑，都不是因为唯识无义，是因为这一切都有啊，在我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这一切显现是什么东西啊？下面跟你讲，显现所依。什么显现？我们把这个显现叫做四义显现，对不对？四义显现是什么？是遍计所知相。所以这个显现所依就是遍计所知相的所依，也就是四义显现。所以一他起相是遍计所知相的所依，遍计所知相依什么？遍计所知相依什么？依什么？依所知依，也就是这个依他起相。我们所以为的这一切啊，哈、哦，这一切啊，这一切啊，遍计所知相，遍计显现就是。就是遍计所知相、哦、也就是四义显现的所依，就是依他起相，如是名为依他起相。从这里哈，你稍微警觉一点的话，你应该有一点点感觉，遍计所知相是不是依他起的？是不是？小鱼，遍计所知相是不是依他起的？是啊，大声讲，是啊，这里一直在跟你讲，遍计所知相依什么而起？依他起而起。前面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吗？所以遍计所知相是不是依他起相？也是，一切都是依他起相。不要以为遍计所知相不是依他起相，等一下下面会跟你讲，圆成实相也是依他起相。那你只讲一个依他起相就好了，你讲这么多干嘛？所以有防难嘛，防难的第一个就是一门无别难嘛。那你讲一个依他起相就好了，你讲三个相干什么？这第一个难嘛，难问嘛，问难嘛，所以一定有不一样的重点嘛，才会分开来三个讲嘛。可是这三个的它的体哈，它的本质性都是依他起相，现在有感觉了吗？我虽然已经重点都解释了哈，可是我是很明白很清楚，我知道你们不可能懂啦，你现在不要自以为懂，你现在自以为懂就完蛋了啦，你们不可能懂的。所以你们回去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哈，是做拿一张比较大的纸啊、哦，把它做笔记，写得很清楚，把今天讲的东西一遍一遍的，好，你要写得很清楚，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哈、哦，你用写的速度比较慢嘛，所以你在写的时候，一面写就一面思维，一面写一面思维，印象会很深。好、哦，慢慢慢慢，你多写几遍，多思维几遍，慢慢的这样，你就会整个背起来。所以，当你用一张大表哈，你就很简单，就只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行而已啊，你会背起来，懂吗？所以一问你十一个是，你就背起来，哎，十一个是哦，你就会背起来，背起来，而且分成三组，你都会背。第一组是名言种子所设的，叫做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你还知道这五个是根？你还知道哦？你还知道这五个根哦？这五个是这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这五个你还知道？这五个就是根尘是，不过要由根下手。我们在你养成这个习惯了吗？唯识法相是要原相的，相一定是根去。根去圆的，根去圆的，所以你一定是根尘
有没有根尘作意种子才原生法，就是四生起来，你一定要用这个顺序，根尘作意种子，从这个顺序下去，原生法就是种四生起来是这个顺序。所以要先讲根，根是什么？生，生者受者是，尘是什么？彼所受是，是是什么？彼能受是。根，根去，根，根去领纳的叫彼啊所受嘛，不是根能够领纳，根不能领纳。我们在讲根领纳是世间一般人的讲法，要眼睛看到，眼睛哪能看到？是眼视才能看到，对吧？所以叫做彼能受是事，根尘事就出来了。可是每个人的根尘事不一样啊，你自己这一辈子跟上一辈子的根尘事，还有你下一辈子的根尘事也不一样啊。所以底下有这些不相应心法所说的事事数事处事言说事，这是差别性了，对吧？对吧？然后这九个就是名言种子，名言种子，这就是阿赖耶识的主体啊，名言种子。阿赖耶识的主体叫名言种子，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思，思受想思，思就是行运的主体啦。你为什么会作业？行相续，行相续的作业。造业业，因为有思，因为有思，因为有一个想嘛，思思想思想意业为主嘛，然后你的意业会带起你的身业语业嘛，所以是这个思言说是就是指这个你的思想，你的一念心啦，这样。所以这里头全部最重要，到后来那个体就是这个言说是你的一念心了。好，由这个哈，由这个。九个就是名言种子所设，然后自他差别是，这一看就知道嘛。为什么会有自他差别？因为有我啊，所以这个一定是我见熏习种子。然后怎么会有恶趣恶善趣恶趣的死生呢？啊，就是轮回呢？为什么呢？就是结生相续。为什么呢？有业嘛，有业嘛，所以是有之熏习种子。所以这十一个就是三种种子所设。有没有哪里听不懂的？我知道你背不起来，背是回家去背，可是你要先懂啊，而且你回去要做很多表，有没有？三种种子你要做一个表，对不对？可是前面的那十一个事，在讲十一个事的时候，你也要做一个表。它是一切法就是根尘事的自性差别。什么在讲自性？有五个事。什么在讲差别？有六个事。你要不要做表？要。而且这个表里头还有再细的表，就是根是哪三个？生，生者受者是。尘是什么？彼所受是。那事是什么？六事是什么？根尘是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嘛。事是什么？彼能受是。你都还要再做表，有没有？表中有表，表中有表，有没有？现在就已经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表中有表的，请你举手。啊？谁叫你要晚来？然后晚来了以后，我在讲最重要东西的时候，你拼命在抄白板。所以，你自我在讲谁，他自己知道。所以你现在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表中有表，那也就难怪了。好，除了他是有特别原因，因为他晚来，然后又在我在讲这些东西，他又拼命抄白板。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其他还有没有听不懂的？请你举手，我一定为你重讲，你放心，举手。嗯，听不懂的举手嘛，都听懂了哈，听懂了回去就要做哦，你回去就要把这些全部大的科、小的科、小的科里头还有科句哦。还有表中有表哦，可以吗？然后你假如怕你做的不对，你就拿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哦，
这里哈，略说的这个地方啊、哦，略说的这个地方，略示的这里是讲这个一二三，你要先背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说的诸事，你才找得出来一二三，对不对啊？啊、哦。好，然后略示的那个地方，你就一二三，像刚才讲的那个，要把它做成表，然后表中还有表。那现在我们要讲广释的部分了啊。好，广释还是在广释，你有没有看到我写在依他起相后面广释？有看到吗？所以广释的部分是在广释依他起相，听懂了吧？你看我写在哪里？我写在。依他起相后面广释，可是我广释里头包括遍计所知，有没有看到？我广释里头有两个相，一个依他起相，一个遍计所知相。所以刚才我有没有问你们，遍计所知相是不是依他起相？好，所以翻过来，我们先来看在依他起相里头的广释。依他起相里头的广释在什么地方呢？啊，在三十页开始。我下次会把这个小的啊、哦，这个小的比较仔细一点的课判写给你们啊、哦。今天你们试着用跟的，用跟的啊、哦，在广释里头你要怎么跟呢、啊？他第一个先解释跟尘世的自性差别啊、哦，这是一广释里头的一好。广释分两个，一个依他起，现在是第一个依他起，第一个依他起，依他起下面，依他起下面我分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和一个结，五个。依他起下面我又分了五个小科，然后在第二部分就是遍计所知。好，我们先看依他起下面，依他起就是那十一个事啊、哦，就是一切法根尘是一切法，我下面又分成了五个小科。第一个小科是根尘世的自性差别，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因知即是眼等六内界根。你在这个讲完以后，你在下面写根。彼所受是因知即是色等六外界尘，彼能受是因知即是眼等六世界是。根尘世的自性，下面其余诸事因知是此诸事差别。其余诸事就是六个，剩下来的这里有五个，剩下来的六个就是从世事开始的，世事、数事、处事、言说事，这都是在，这都是不相应行法哈、哦，那个抽象概念在解释跟尘世的差别的哦。然后下面自他差别和善趣、恶趣、死生，是不是六个？这六个在讲跟尘世的。因知是此诸事，就是前面五个根尘是自性的差别，听懂了没？好，这是第一个根尘是的自性差别。第二个用欲说，用欲说让你了知，让你了知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从这里开始。又此诸事，又此诸事皆为有事，都无异故。你看他从这里就要让你进到唯是中义的那个唯是无义里头，可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他用欲说。我们哈解释的时候有三种解释的方法，一个是直接表权，一个是遮权，还有一个呢是欲说。我们每次在解释是不是用这三种？直接表权那当然最容易，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反显嘛，反显什么意思？那是遮权嘛，你要学遮权。唯是两个字就是遮权，它不是表权，它是遮权。他跟你讲唯是，你自己好好想他要反显什么。他跟你说唯有是，一定是在一大堆的因缘条件里头，一大堆哦，因缘条件里头，他才会跟你说唯有什么。假如没有一大堆因缘条件，就只有一个东西，他会跟你，他有必要跟你说唯有什么吗？听懂了没有？听不懂的举手。假如我跟你说，你看一大堆人里头，我
独独看到你。有没有听过男生骗女生这句话真好骗，在一大堆人里头，我唯独看到你，其他的人都变成背景了，我唯独看到你，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唯有是的意思啊，遮全，你要遮掉其他那些比较不重要的，凸显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是，这个叫唯是，或者说唯有是。所以唯有是的唯是用的是遮全，遮掉其他很多的因缘条件，绝对不会单独只有一个是告诉你唯有是，绝对不会说哎呦有一大堆人里头哈，我只看到你，不会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只看到你，只有我一个人你不看到我，你看鬼啊，是不是这样子？同学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遮全，懂了吗？好，那我们要怎么就是很唯识很难学，是在这个地方，他要反显的意思哦，他用密意说的意思，这个比较难懂哦。又此诸事皆唯有事，这前面又此诸事就是又现在所说的十一个事，也就是一切法，或者我们说十八界根尘事啊，这个是又此诸事，就是这一切的法皆唯有事。都无意，无意就是前面讲的，都这一切都唯有是，就是唯是唯性啊，唯是唯性，它是无所有，非真实意，这个叫唯有是都无意，明白吗？前面我一直在讲的唯有是，就是唯有是性，它唯有是性，它唯有是性，可是还有很重要这一句，你告诉你唯有是性。他其实真正止观里头要就是比较难，是要学这个无意，他非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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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啊，无所有，非真实，非真实就是无意，唯是无意，中意出来了，这里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现在只是背下来唯识法相这一宗的宗义是什么？唯识无义。可是唯识无义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所以你看到境界绝对不会觉得唯识无义，你不会这样觉得的。你现在只是背下来，那在修止观里头慢慢慢慢建立的。好，唯识无义。好，这边跟你讲，他用欲来显示，他已经给你出来了宗义，唯识无义。他不是直接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就直接用文字叙述，它不是，它用欲来说。好，所以底下此中以何为欲显示？它为什么用欲说？它不用直接文字来讲，是因为现在直接用文字来讲，啊，不是我们的量，不是我们的量，就是我们会胡思乱想而已啊。此中以何为欲显示？好，要讲这个哈，欲所显示的意，由欲来显示。因知梦等为欲显示，为如梦中都无有意，梦中都无有意，独唯有是。看起来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好，讲欲的时候就是用你有经验的去比之啊，你没有经验的嘛，唯识无欲现在不是我们的量，我们都没有经验，可是他用欲，用我们有经验的做梦来比喻，梦我们都有经验，在梦里头哦，你会哭你会笑，在梦里头哈，你会尿床你会梦遗，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不只是梦里头，不只是就是独头意识想一想，你甚至于已经有业行了，有造业了，
你说梦怡是不是造业了？是啊，都已经有造业结果。什么结果？哎呀，你要洗一大堆被单，尿床好了，我们不讲梦怡，讲尿床好了。你尿床了是不是？可是我为什么不举尿床？因为尿床通常都小孩子5岁以前的事嘛，所以洗床单的不是他嘛，洗床单的都是妈妈嘛。可是假如梦怡呢？梦怡不是小孩子，梦怡是少年、青年，甚至于壮年都会啊。哎，老年会不会哈？没听过哎，哈、哦。所以我假如举梦怡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啊？那表示什么？你造业，你要自己受果。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色戒》吗？不是那个侦探片的《色戒》，是另外一个讲那个一个僧人出家了以后，然后他出家了以后啊，经过几年的那个，然后去那个闭关了3年，西藏的喇嘛嘛，3年3个月又3天，他在一个房子里头哈、啊，那个黑关呐、啊，那闭关出来。就是时间到了，出来了以后他都不能走，眼睛也看不见，所以闭关出来第一件事情是要用布把眼睛缠起来，因为不能见光，那个时候的眼睛太弱不能见光，眼睛缠起来，然后 用一个驴或者马，通常是驴啦，好，去接他，把他扶到马背上面，趴在马背上，这样带回来的，因为他没有体力走路。你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吗？那电影是不是你们不看电影的哈、哦？看过的请举手。我有一点知音嘛，看过这个电影的举手。这个电影太有名了嘛，你怎么会没有看过呢？好，他是这样闭关出来的，然后就回到他的寺院，回到他的那个本院，他的寺院以后哈、哦，他就过一个正常的僧人的生活嘛。然后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寺院里头哈，什么节日的时候有跳那个金刚舞啊，你知道吗？金刚啊，啊就有那个金刚舞啊，然后很多人就来看嘛，金刚舞。他在人群里头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然后当晚那天夜里头，梦怡，你知道梦怡的意思吧？谢金啦，听得懂对不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被子。在那边洗床单洗被子，被他其他的师兄看到，其他的师兄弟啊，那些人看到，哇，那些师兄弟哈、哦，偶尔也会这样，那就算了。可是他是刚刚闭关回来没有多久的，刚刚闭关没有多久，3年3个月3天，照样看到美丽的女子的时候会这样。所以他们就很那个，然后他自己也心里头极大的苦恼，为什么闭关以后还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去找他的师父，就送他去另外一个师父那里。那个师父是专门修不净观的，哈，就给他看了很多那个不净观呐、啊，那个很可怕的那个女生撕掉皮肤以后，血肉淋漓的呀、啊，白骨啊什么什么的。都没有用，他就走啦，出去啦，然后还俗啦，然后一直突破不了这一关，就是色。而且他越是突破不了，他的欲色他的淫呐、啊，淫欲啊，那个欲的心就越强，反而越强，越压越强，突破不了的时候，他越压那个淫心越强。所以他后来不仅是还俗，而且有他们叫不叫外遇啊？就是还有别的啊，他还俗就结婚了，然后还跟别人乱七八糟啊，等等等等哦，好乱七八糟。所以后来他的老婆啊，就讲了一句话，他老婆就说：“假如你思念阿弥陀佛。”你一佛念佛，有像你现在的贪欲心这么猛烈？你一佛念佛有这么猛烈的意要啊？像你的这个贪欲啊，这个淫心有这么猛烈的意要，有这么猛烈的话，
你就成佛了。假如你的爱欲像你的爱欲就是你的淫心啦，哈，这么强这么强，你都很清楚嘛，这么强，你的一佛念佛，假如也可以是这样。你不要说一佛念佛很困难，一佛念佛假如就像你现在这淫欲心这个样子猛烈的意要的话，你就成功了，你就成佛了。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佛？你不能成佛不是因为成佛很困难，是因为你的障碍太大，尤其是淫欲啊，淫欲啊。那电影就演这个啊，他就很羞愧啊，哦，很羞愧，他就又他就又想要，就是自又再想要回头哈，再重新呐、啊、哈走修行的路啊，所以他又过一条河，就象征泥莲禅河啦，虚法自落，再去修行。有人说，这个就在讲成佛的路啦，嗯。你要是看不清楚你这个贪欲啊，贪欲里头最强的就是淫欲，你要是看不清楚它的实相、哦、扩而大之就是你看不清楚一切法，这个根尘是一切法的实相。假如你看不清楚它的实相，你误以为有一条修行的路，那你是永远修行不会成功的。所以后面我们这里广分别，也只有广分别，在一他起向后面的广分别，也只有广分别一他起跟遍计执，并没有广分别缘成实。你看到了没？根本没有缘成实。缘成实是什么？离体，它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有没有？有。一他起有没有？有。你只要看清楚，缘成实是一个道理，一切法。你只要看清楚那个道理就是这样，它就是缘成实。那一切法是什么？就是一他起。真的没有的是遍计执而已，遍计执的执在解深密经里头比较讲得清楚。我们通常都简单讲遍计执，可是解深密经说遍计所执性执，真的没有的只是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遍计所执性执，遍计所执性啊，就是你假立的名言。墙壁假立名言没有关系啊，为了沟通啊，可是你假立名言以后糟糕，逐名为实，你把这个名言的名言所称的这一法，比如说墙壁，执以为实，这就糟糕了。你称它名，你称它墙壁或者不是墙壁都无所谓，你要知道它就是因缘条件嘛，它就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而已，因缘和合所显的这个东西嘛。你要是永远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你知道这一点，你知道他没有自信，因为他只是因缘而已，因缘条件而已。他的自信是什么？就是因缘性啊。所以一他起性又叫做因缘自性嘛。可是因缘自性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本质性，就是法性是什么？刹那不住，刹那不住。你不要忘了这个，一切因缘所生法都是刹那不住的，刹那不住的，所以唯有行相续，刹那不住，刹那不住。你这个一定要记得，是因缘条件，因缘和合的。第二个是刹那不住的，是刹那灭的，刹那灭的，是刹那不住的。那你就会想了，既然是这样，他当然没有自信，为什么我们还会轮回嘞？为什么还会轮回嘞？第一个，你根本忘了，就是他是因缘，他是不住，你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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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办法了哈，那就没有办法了。假如你想起来了，他是因缘，他是不住，那就有希望了嘛。假如你想起来，你想起来，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行相续嘛。刹那灭果具有恒水转性决定代种缘引自果，这一切根生契界就是这么回事嘛。我们把这个叫做啊，这个种子六义啊，阿赖也是最重要。种子六义叫做什么啊？它就是这样行相续而已嘛。没在这上面并没有一个我嘛，所以第一个离有情义
就是无我啦，无我，有情就是我，是缘起义。你要在缘起义上面看到它，是缘起，缘起是缘起，应该是你知道吗？无相的，是不住法。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相很坚固？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有这个相很坚固？因为它有暂住相嘛。暂住相就是那个后势力啦，我跟你讲，暂住相嘛。所以离有情是离有情哦，就已经是缘起。可是你在缘起这个缘起上面，你要知道有一个，它有一个假说，其实也是假说的暂住啦，暂住有暂住嘛，有暂住，你这就是无常啦，暂住就是无常啦。从这个在后面就简单了，你只要破那个暂住，后面就是无常了，无常啊。哦，本无而有，有以善灭，这八个字是无常的定义，无常的自信义。本无而有，有以善灭，本无而有，有以善灭。哇，你一直，可是本无而有，有以善灭，不是应该也全部都本无而有，有以善灭，不是好像一把灰洒在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一样吗？不是，为法所显，为法能润，为法所润，这个行相续就继续下去了，就堕在相续，这个就是原生。为什么？法是什么？法是名句文啊，名句文，你知道它本无而有，有以善灭，它就是刹那灭的。但是虽然刹那灭，但是有一个后势力，就是你的我爱执常出来了，有一个后势力，就是那个我爱执常出来。假如不是有这个执着，有这个我爱执常这个后势力啊，哈，你那个受熏怎么会成就？熏什么？假如你真的可，你真的能够本无而有，有以善灭，怎么会有受熏？没有受熏怎么会有持种？没有持种怎么会有种子一熟？就是种子六义的种子一熟。何逻辑到一塌糊涂，真的何逻辑到真的没办法，他就是这么何逻辑，本来就是刹那灭，刹那灭嘛，所有的都是刹那灭，不管业也好，或者业所现的这个果相也好，都是刹那灭，但是明明是刹那灭哦，你怎么样不舍离自相续嘛，就是那个我爱执常嘛，有了我爱执常，你才会有受熏持种嘛，对吗？真的是合逻辑到没办法啦。这就是虽然他无助哈，他应该是他应该无助，就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无自信空了，无生意都出来了。但是明明又有这些作用，这些作用就是后，就是刚才讲那个后势力啦，就是你不舍离那个自相续那个后势力啦。你明明刚才做的事情已经过去啦，可是你是不是还一直想他？这个就叫后势力嘛，他的后势力嘛。你为什么会一直想他？是因为你不是爱就是非爱，你才会想他嘛，对吗？同意吗？啊，过去就是过去嘛，你现在一直想他，你想的是自己的事而已，自己的事，唯有事性，自己的事。你想的不是那个事，那个事已经过去了，你想的是什么？自己的事。你纠缠的是什么？自己的事。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你很、哦、爱得要命去造业，或者恨得要命去造业的，都是什么？依着自己的事。所以这一切果的显现、啊、你造业就会有果，都是什么？唯有事性。何逻辑到一塌糊涂？哪有这么清楚的逻辑？都是自己的事。这个是你在止观里头要修的，在止观里头，从理你这样慢慢想，就想到这里。可是你要印证事相的时候，是从相，一定是原相下手。你看到这一切因果。你看到这一切的因果有没有？有没有？你造什么业，你就得什么果，因果都自负。
你从这些因果啊，这些因果上面看到因果的相续，因果的相似转，都是你自业所作。所以你在印证的时候，你是从后面开始看，都是你自己自业所作才会有因果嘛。然后你看到这个因果的相续，就是什么相似相似相续相续相似转嘛，因果的相续就是这样，就行相续。我刚才讲的是缘起八义，缘起八义，种子六义，一切缘起就是在比较深了、啊，比较难了、啊，就是种子六义缘起八义。我们讲的缘起比较偏理论了、啊，就是这种子六义缘起八义。你这个先，因为真的是逻辑到要命，你这搞清楚了，你就脑子就好像通了一样，然后你再去看事项，哎呀，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嘛。你在事项上面，你从止观出来，在事项上面都是印证了，因为你的理通了，就是种子六义缘起八义，理通了以后，你在事项上，你起坐在事项上面看到的是什么？都是这个道理显现，这个道理显现，印证它，印证那个道理。好，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还没这个本事，他跟你举一个比喻，就是梦。你梦里头不是也会升起贪欲吗？然后就啊，我刚才讲那个电影给你们听，就是梦里头他起了这个淫欲心，然后他就梦遗了，然后早上起来就很丢脸啊，可是也没办法，再丢脸也没办法，你就洗啊，你就洗被子啊，洗单洗床单，洗什么洗什么啊，洗一堆啊，要晒，好像昭告天下的人你做了什么事一样，你知道有多丢脸吗？可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自作自受啊。梦里头是这样，未如梦中都无其意，独唯有是，对吧？梦里头你为什么会做那个淫梦哈？那个梦哈，因为你白天看了漂亮的女生，她好像那个漂亮的女生是看到她的胸部还是什么啦？好像我那个电影太久以前，看到那个女生的那个胸部啦，哈，什么？她白天看到的啊，白天看到你在梦里头是什么？是影像嘛？白天的影像嘛？其实我们所有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影像，你这个不是你白天看到晚上做梦是影像，你平常白天看到的也是影像，也是影像，是前五根领纳境界以后落下在第六意识上面的影像，影像。好，就是这个影像哈。唉，未如梦中都无其意，它不是你现在眼对着那个限量境界，不是真实的，但是有那个落懈的那个影像，那个影像是什么？独唯有是嘛，是阿赖耶识种子起现行嘛，对不对？阿赖耶识种子起现行在什么地方？在第六意识的一眼镜嘛，独影镜里头嘛，这个叫梦中独影。你看，这就是你们基本功好不好嘛？我假如还要对你们解释啊，现在这个是阿赖耶识起现行，就是种子起现行，然后在哪里现行？第六意识的梦中独影，我还要跟你们解释这个、哦。好，这是梦中独影。好了，都无其意，独唯有是。虽种种色身香味触色灵地三四意显现，在梦中什么都有，所以他写了色身香味触色灵地三，所有这一切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有四意显现，而于此中都无有意，它都不是真实的，它都不是真实的，它用梦来比喻。可是问题是哈，就像我刚刚开始学梦欲啊。这不是唯识的讲法，
我们唯识的讲法，一开始总说语是幻，比较容易懂。这个梦呢，梦我那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啊。一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在简老师的课上面，我就举手，我就说老师，这个比喻不好。为什么不好？梦我们会醒，我们有经验，我们做梦了，我们有经验，我们从梦中醒过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醒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梦中都是假象，都是影像，不是真的，对吧？你现在说我们这个世间宇宙人生哦，这个世间呢、哦，我们以为真实的世间就跟做梦一样，就是梦中的影像。可是我知道是梦中的影像，因为我会醒来，我已经醒来啦，我才知道它是梦中影像。现在我在这个世间，我有醒来吗？没有啊，我颠倒凡夫啊。你怎么就能够这样证明说我这个就跟梦中影像一样是梦中影像？我根本没醒来啊，梦我知道啊，因为我醒来我才说它是梦。那你说假如这个世间是跟梦一样，那就表示我现在在梦中啊，我在梦中我怎么知道是梦？你在梦中的时候你都以为那个梦是真实的，你不知道是梦，对不对？假如这个世间就是梦，那么你现在在梦中你就怎么样，你觉得它是真实的吗？你不知道是梦吗？是不是这样？啊，举手的后果你知道吗？不用再讲了吧，讲过好多次了。所以你们真幸运，这个问题我觉得太合理了。你看他后面怎么讲，好，他后面讲，他跟你讲这些都是示意显现，因为就跟梦一样，是一个示意的影现，影子的显现，而与此中都无有异。底下由此欲显，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它要显示什么意思呢？它要显示什么？由这个比喻啊，梦的比喻，因谁了之？一切实处皆为有事啊、哦！不可能，我们只知道梦是事，是独头意识，是梦中独头意识。可是，比知道这个世间也是一个影像，是一个。唯有是啊，还有点困难啊，没那么厉害。由此等言，因之富有。好，下面讲了很多其他的比喻，幻啦、狂啦、露爱就是阳焰，阳焰欲，阳焰露可啊，这个就是露爱。幻就在讲狂啊，幻，我们被幻所狂，被幻所骗呐、啊，幻狂啊，露爱呀、啊。衣炫就是那个看到那个空中花那个啊，衣炫等欲，还有这些欲，若于觉时，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是者，如从梦觉，便觉梦中皆唯有是。假如我们现在是做梦。我们从梦里头醒过来，如从梦觉。假如我们现在从梦中，这个觉就是醒。假如我们现在是从梦中醒过来，我们便会觉，就是知道，觉了，知道，我们便会知道梦中皆唯有是，这个毫无问题，对不对？可是你要从这个就能够比知什么？比知，好，看上面那一句，若于觉时，这个觉啊，觉时，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是。觉时旁边那一行，何故不如是转？这里的觉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睡觉啊，我是醒着的啊。相对于梦来讲，这个觉就是我现在是醒着的。谁说你现在醒着的啊？有情日夜正昏迷，可是我们不知道哈。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是醒的，为什么？观待而讲，观待什么？观待晚上睡觉做梦，观待晚上我们睡觉，我们说我们现在白天是醒着，这样知道吗？
这个觉是醒着，是冠带晚上夜里睡觉，这个觉是白天醒着。好，若于醒着时，不是睡觉的时候啊，若于觉死醒着时，一切时处也一样，皆如也一样，如梦等唯有事。后面那一句，觉时我们醒着的时候何故不如是转，为什么不知道是这样？我们现在醒着啊，我们现在醒着，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是皆如梦等唯有事呢？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你不要举那个梦的比喻，就说应该是一样。问题是梦真的会醒，而我们现在白天醒着不会再从白天醒过来啊，我们白天就是醒啊，这样懂吗？所以佛法所说的觉醒，觉醒不是这个白天呢、啊，跟这个没有关系，是真的是有情日夜正昏迷，从昏迷中醒过来。昏迷就是指你的无明嘛，无明颠倒。好，觉时何故不如是转？答，下面是答案：真自觉时亦如是转。你现在不如是转，因为你没有真自觉。假如你有了真自觉，你就会如是转。你有真自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白天这个五蕴的这个众生啊，其实就跟晚上在梦里是一样的。答案就是这个，觉时何故不如是转？这是问。答呢？真自觉时亦如是转，等到真自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好，所以反过来讲，他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还没有真自觉，真自觉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只要我们还没有见到，只要我们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知道这一切如梦如幻，如什么？还有什么？依眩，如养业，我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好，这一句话哈，后面有了，很快就会读到了，很快就会读到。很快，好，反正后面很快会读到。我们前面也讲过的，非不见真如，非不见真如怎样？而能了诸行皆如幻。假如你没有见到真如，你是不可能了诸行皆如幻。换句话说，非不见嘛，不见就是你一定要见到真如了，二空真如或者二取空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一切都，你才能够了，真的了这一切皆如幻，如幻或者如梦。我们真的要了这一切皆如梦或者如幻，是什么？是得到根本无分别智。所以你现在不要以为你了了这一切皆如幻，哦，像我这么会讲，我会背得要死，你千万不要来跟我比啊，谁会背？我这么会背又怎么样？非不见真如，你是不能了的，这一切皆如幻。你只是什么信悟，最多解悟，就是已经到圣解了，已经到圣解，知道这一切皆如幻，而不是自己实际上证到了。证到哈，在唯识有一个口诀，你是一定要先空遍寂，空遍寂你就能够证圆成。那个道理它是离体道理，然后证了圆成呢，才会有第三个见依他，就是见如幻，依他如幻，见依他如幻。一定要先空遍寂，你一定要知道
真的无所有非真实，空掉遍际，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就是能取所取，这个是遍际。要空，先索取空，然后再能取空，这样空遍际以后，只要空遍际就证了圆成，这个就叫证圆成。二取空就叫证圆成，证圆此以圆成以后，才能够见一他如幻，见一他。所以千万你现在你就看你信不信嘛，看你能不能够从明白一些道理，就能够进到信。信信有信会带给你一点误处，什么误处？现在我们以为自己醒着，我们以为我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个世间，其实我们是好像在昏迷当中的。其实我们是怎样？是在好像梦中，梦中见到的一切都是影像。这个我们早就学过了，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是影像，早就学过了。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是一眼镜啊，是不是影像？一眼镜是不是影像？我们见到的一切都唯有事，是不是？什么事？一眼镜啊！你又忘了吗？我们前面三年半哈，维持第三届法相中，几乎都一直是在强调什么？我第一个问你们，这一切境界有没有？说有，你要大声的说有，你绝对不要。学了一个唯识法相中的中义，唯识无义，你就说无义嘛，没有境界，这一切都是事，没有境界。我告诉你，假如这样，你千万不要说你上过我的课，我丢不起这个人，太丢脸了。我第一个就是要你们千万不要否认有相，知道吗？所以每次都问你们有没有境界，有，大声的讲，然后才说。这个境界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有哦，你们想象的都是真实有，它不是真实有哦，它不是真实有。从哈，我告诉你很简单，现在的量子物理就讲它不是真实有，它是不停的动动动动动动动，无一刻停止过的动所显的幻象。量子物理是不是这样讲？一模一样的讲法。第一个，物质都是幻象，这是爱因斯坦的话，这一切都是幻象。第二个，只有动，动就产生能量，能量是什么？就是动，动就有能量，所以它只是一个能量场。哎，这个比佛法简单太多了。假如你觉得佛法太难，那么很幸运，你现在是21世纪的人，对不对？以前的人像佛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量子物理，没有没有，你知道吗？量子物理到现在也不过就是不到200年呢，100多年而已呀。我们多幸运啊！可是佛2500年前这些话他都讲了。第一个，这些是什么？他都讲这些是什么？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就讲了，这些都是幻象。第二个，他讲什么？一切法怎样？刹那不住。所以你要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才对嘛。你只要生了心，就会有相嘛。可是你的心都不是因无所住啊，都是念念相续啊，念念相续啊，念念相续就会有了这一切，这一切法相，你知道吗？你就忘了本来空寂，一切法的本质性法性，就忘了。多简单呐、啊！多简单，道理真的很简单。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你这么多年都还学不会，更不会用，一点力量都没有？碰到很那种难过、很粗猛、很那种境界，哦，什么一下子？你看那个妇人，一下子儿子死了，接着老公死了，你要怎么办？剩下你一个人，你要怎么办？你只有跟他们去死这一条路了，你还能怎么办？对吧？那个凶手还判，现在到现在还在判无罪哦，保释在外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个铁路警察，那警察就儿子不是先死吗？然后爸爸吐血，对不对？
你叫剩下来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个小林灭村呐、啊，那个921大地震是吧？是不是那一次？还是另什么？那个土石流，八八水灾啊，一个水灾而已，可是土石流啊，冲下来整个村子。那个时候在村子里头几乎全部死光了，只剩下外地在外地工作的小孩。你说假如他爸爸妈妈祖父祖母搞不好还有年幼的小的弟弟妹妹都在家，一次全部死光，剩下你一个人在外面，因为工作不在家所以没死的，你接下来的日子你怎么活下去？我问你，你怎么活下去？你那个时候能够跟自己说这一切都是幻象，无所有非真实，无所有非真实，一排小林灭村死了好几百人，你知道吗？你看着他们，你能说这一切无所有非真实？嗯，这整个事情那个土石流是幻象，那只有你去住疯人院嘛，还能怎样？还能怎样？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哎呦，佛法都讲不通，所以佛法没有用，那是你自己没有好好学，你不知道怎么用佛法。所以佛法真正能用，是要你见到位以后才启用的，才启用的。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都可以欲境练心，你能够欲境练心的都是那种羞快歹机，根本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吗？别人骂你一句话，你当然可以借镜练习，他骂我是他的事啊，他嘴巴要讲些什么东西我管不着啊，所以我不要理他就好，这么羞快歹机，你知道吗？你现在能够什么借镜练习啊？只能这么羞快歹机。假如你碰到那个921大地震或者土石流呢？嗯，假如你碰到那种事情呢，你碰到那个被杀死的铁路警察，他就是你儿子呢，你能怎么样借镜练习？问你啊，你少大话了，少来，少来！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少来！虚无缥缈的，所有你讲的这些都虚无缥缈。我上次讲少林问道的时候，不是讲过吗？虚无缥缈的禅，因为那个整个故事都是在少林问道嘛，少林寺拍的嘛，全部就是一个少林寺的僧人啊。从一个充满了仇恨，因为那个仇人啊杀他全家嘛，你知道以前的事情哦，以前的故事都一定是报恩报仇，报恩报仇嘛，都是这种事嘛，那是一个报仇的故事嘛，恨到不行，可是他为了学武功啊去少林出家，他不是真的要做僧人啊，他不是真的要去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是，他是为了偷学武功。他是为了学武功去少林出家，男主角啦，去少林出家啊，中间经过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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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到最后他做了少林方丈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为报仇。好，他做了少林方丈以后，那个前任的方丈还活着哈，那个前任的方丈心里头哇一直很委屈，他心里头一直很委屈，因为他在上面的那一个祖师啊，那个前任的方丈啊，只传给他方丈的位置，没有传给他衣钵，你懂这个意思吗？传给他方丈的位置，表示你要做管这个少林寺的事情啦，但是没有传给他衣钵，表示什么？我不承认你是我的传人。因为没有传给他衣钵，所以那个方丈心里头很委屈，很委屈，不知道为什么他得不到衣钵。然后等到这一个本来是要报仇的这个男主角哈，后来他变成方丈也得到衣钵的时候，他就问他了，请你告诉我。他就问那个人，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禅。他就问他，请你，这是禅宗哦，少林是禅宗哦。结果他问他，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禅。禅宗少林寺的住持问他，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禅。你知道他怎么讲？
因为国家连年饥荒，人民都没有吃的嘛，所以就逃难逃到少林寺来哈，能够吃到一块半块番薯或者一碗半碗稀粥都好嘛，所以就很多的人呢逃难逃到少林寺，所以这个本来要报仇的这个男主角就告诉那个方丈，禅是什么？与这些鸡鸣来讲，禅只是半块红薯。他就从他的口袋啊，从他的那个里头，不知道哪里啦，口袋，反正他们都是这样嘛，一掏就掏出来，他里头还有半块红薯，就是你知道红薯吗？番薯啦，好、哦，番薯。对于那些饥饿当中的人来说，禅就只是这样啦，半块番红薯。那对于什么？又怎么讲？对于什么什么什么讲？什么意思？为什么对于中那些饥民来说，禅不过就是半块红薯呢？因为对于那些饥民来说，能够让他们安身立命，当下安身立命的就是什么？半块红薯。你懂这个意思吗？禅是什么？禅是安心立命之道。你现在需要什么能够安心立命？什么对你就是禅。但禅呢，一直往上提升啊，不是在这么低的层次嘛？真正往上提升呢、啊，出世间法所说的禅是什么？一切法的本质性嘛，这个是禅嘛。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这个有没有？那个里头每一个人物都好有意思啊。比如说女主角就只有那一个人呢、啊。那一个人本来是一个公主啊，后来因为她父亲啊违反了那个。哦、被他父亲被杀了以后，他们就剩下他只有一个女儿了，就剩下这个女儿被卖为，那是以前的那个法律啊，卖为官妓，听过吧？你有看过古装片就都知道吧？官妓有没有？就从妓去了，然后变成花魁，妓院的花魁啊，悲惨，真的很悲惨。所以他以后就问这个已经变成是少林方丈的这个师父啊，这本来是他的未婚夫，就问他，我到底是谁？我是以前那个公主，还是我是现在的妓女？我到底是谁？我是那个李珍珍，就是以前公主的名字，还是我是十一娘，就是妓女的名字？结果这个男主角这个僧人告诉他，你是李珍珍，你也是十一娘；你不是李珍珍，你也不是十一娘。你以为中观有多了不起？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都在讲不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戏比较了不起，它让你真的明白什么是你中观所说的那个，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你就一天到晚八部，到底你懂了什么八部？你不如看一遍这个戏。好，不讲了，就这样，要下课了。你要等到真自觉的时候，你真的是开悟了，有了真自觉，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是这个，也是那个。你有了真自觉，我刚才讲是这个，也是这个，这两个是二分法。你不是这个，你也不是那个，还是二分法，你懂吗？懂吗？只要有二分，你就是一个凡夫。等到你有了真自觉，知道一切法不二，你有了真自觉的时候，就如是转了，你就知道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其实是梦中，如梦中了、那我们如在梦中啊，此觉不转，从梦觉时此觉乃转，如是未得真自觉时此觉不转，得真自觉此觉乃转。好，下面要开始一大堆的问题，很长很长。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一共开了五个小科吗？一他起下面开五个小科，一直要开到32页。好，都还在讲一他起，到33页的这个地方，导数1、2、3、4、5，第五行，导数第五行，诸意现前，分明显现。你看吧，墙壁就在这里，分明显现呢、啊。
而非是有，无所有非真实，而非是有，云何可知？听懂了没？问题听懂了没？到这里才开始，是我们第一个依他起相广释下面的第二个遍计所知，广遍计所知，从这里开始都还在讲依他起。好，回去你们课办就先这样了，回去试试看 ，OK。回去试试看念哦，念念看，念不念得懂？回去试试看，难不难呐、啊，同学们？啊，我不否认很难，可是你不觉得好精彩吗？你不觉得老天爷哦？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加载哦，好加载有听到这么精彩的佛法，这是真实的佛法啦，出世间法，真实的不是那种世间善法，这是真实的佛法。好家在是有听到佛法，要不然呢，你这辈子白来。你不要以为你学佛了，这辈子没白来。你是要学到真实的佛法，你这辈子才没有白来。否则你学了佛法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流转？怎么样？照样流转，对吗？诸位大德，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